你看我之前遇到那个也没有什么叫我错过呀。你说的对绝大多数来说是实话。视频是什么？视频是什么呀？视频是什么？什么视频啊？但是也会有那种少数的那种，那不得了。绝大多数是那样，但是也会有的，我觉得。所以啊，玩直播这玩意，安静赚你的钱就行了。我觉得，我也觉得我有病啊！我感觉人家都说主播不能走心，而我每次我都要走心。我就是觉得人家对我好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懂得感恩的吧。人家对我好，就对别人好，就是相互真心吧。像我这么老是动真情的人，不应该上来直播。阿狗子话真多，这阿狗子现在是正在纠正我的这个思想，他一直在纠正我思想，他老是觉得我天天跟做梦一样。啊，气死了，一来就打破我的梦。不是吗？是有一点道理啊。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里就飘着，谢谢因为相遇太美观众。哎，我也觉得我应该纠正我的思想。欢迎蓝色天空。以前那个老大说的对，说做主播走心永远做不到，说走心的主播永远做不成大主播。那天天走心就算了，还是搞得自己好累呀、啊、还挣不到钱。哎呀，我不需要找网操对象。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遇见还是要看缘分吧，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和缘分有一定关系的，还是要看缘分的。人家网上走线结婚的多了是了。欢迎小雨哥，对吧？终于得到认可了。你看白凤还认可我，人家在网上认识，然后动真心的、走线的太多了。大主播没几个好的，城府深，就是呀。但是小主播也不好，城府不深，挣不到钱。可拉倒吧。不然你说怎么办？挣再多钱，心里孤单也没有。
所以说别人对我真心为我付出的，我也肯定会用真心去回报。我才能在你身边，这几分做主播得有最基本的职业操守，是不是？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欢迎加团。就简单来说，不要打击我。你跟一个游客交往啊，暧昧很久，要我怎么做？死帅了，在打自己脸。为什么说他在打自己脸？而你还在直播？你说他是刷不刷？还是你们相处时间长了啊？叫你不转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29级号之前还有大号，你说谁呀？你说帅帅呀？这个好像就是帅帅的大号了吧？但是你觉得不合适，那是啥？他的目的何在？什么意思呀？他之前还有大号，你还有一个号，跟不上。他是你目的何在？我有点搞不懂，没听懂。没听懂他的意思，目的何在？说，我看一下帅帅说的这些话哈。我说他不带目的的会刷到29级，看了多少美女？不是你不也是吗？白粉也是，白粉你都说你好多个号，你看了多少美女啊？你应该看了更多美女。谢谢关注。我在楼下，他在那个。哇，都玩了5年了。这个刚刚接的电话。玩了5年，肯定是有好多个故事，分分合合。对对。对，拜拜。欢迎芳芳。喵不为公鸡，对着我录2小时，去死！我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干什么到现在。我老缺氧了。
到家呀呀，在家塞里到楼下，走路也是一转一身一点点。不知道他是没吃过，反正他好像也挺懂的。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游戏。不是你不需要，那你都是怎么解决的？难道你就没有啊？没有正常需求了？你不需要？结婚，兔子给红包吗？兔子是不是要结婚了？